针一条线，一款人一款影，有人输有人赢，随人随人行，一领衫。 心爱看破，有时勇，有时惊，无聊咱也着赢。浪子啊，调皮的心甘会快活，唔通阁继续糊涂。 唔是经营财宝，啊，就是遐好料的。啊，若一头拄仔吼，我甲排骨仔同款挖过去，无过一阵吼，甲遐好物啊拢食掉。安尼即马吼，捡雷公拍的人，唔就是我。哎呦，啊袂使，这受恐怖啦！我要去受惊，我要驱魔。努力讲。 先你快点告诉我，你个讲。阿三里，神仙，咱都无看到出口呢。我看卖。不行，几个来。这就是有一个梦。 神仙，你看，苏西康。是啊，我睇到苏西，试看卖。好，我试看卖。不行，太困扰。我袂要紧，这个门足奇怪，明明苏西就会下，是安怎无法度插入去？成都啊，你追嘅人，只能拍開呢啲新聞。 这到底是什么神经？一直害人，搁一直伤人，要剩落些土来补天，谁拢会困难重重？不是，神经唔是咱一般小心无怪环境，有人瞬间就滴来，这一定要付出代价。有些土唔是咁简单，都要摕掉。 先生，我不要紧，小可疼尔，无算啥物。你别搁气，伤危险啊！我来倒。先生，既然我已经来啊，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，安尼我唔就白来啊。 手放在铁块顶悬，你莫看到铁块，你伫只，无我手就好。伊毋过，安尼敢袂颠倒去伤着你？不要紧，无管遐尼多啊，时间无够，紧。 进入仙境了后，我身上的伤都完全痊愈啊，咱嘛感觉真清爽，甲无受伤之前完全同款啊。我想到啊，迄菩萨诗句顶悬所写的，爱你心甘情愿，用你家己的血来行祭，敢讲，这就是要进入仙境对咱的试炼。确实是安尼。也毋过，我哪会无看到其他的人？ 唔知啊，因敢有通过这个试炼？太子，恁阿雄雄想着要家己亲身出来巡视，这款代志交互陈三来办就好啊。但是因为父王的手啊，讲啥物本王炎帝飞行，所以本王只有出来行行，安尼至少袂让人讲本王啥物进出拢无办。 那是安尼哦，青山明白啊。姐仔，本王感觉水小可干，你去帮本王找水。好，我即摆就来去。若受伤啊！真好，这敢不是大明的太子自聘？看来我有搁加一条机理通好利用啊！你骗人！你骗人！你明明都是阿勇！我要姑娘，请让我放开好不？我真正不是你讲迄个阿勇啊！你莫搁认着人啦！你若不是阿勇，你是谁？ 我已经讲过啊，我只是较自然，生足小城市的人。啊，不过苏红珠讲，你就是阿玉。什么？哪有可能呢？公主啊，回头金看。 都为着名声，对水姑娘看起来，敢受伤啊！真好，这敢不是大明的太子自聘？看来我有搁加一条机理通好利用啊！ 水姑娘，你敢不要紧？我不要紧。我无代志，也唔过你有代志。做票啊做票，你身为太子，也唔过我看你的身上根本就已经无啥物良气啊。那安尼，我就免烦恼无法度控制。 无心心，无影无气，无气空心，听我哩！奇怪，现在拄只本王雄雄感觉头哦，受地动了。他说讲，面料若是无认着。 你应该就是东京太子妃。哦，你会认本王？无唔对，本王就是东东大明朝摄政太子朱飘。无怪我一看到公主，唔是一看到太子，就感觉你英姿焕发，相貌不凡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。干嘛呢？ 林路所讲的都是真实。姑娘，你的伤势敢有要紧？不要紧啦，林路一向体谅，这伤害袂痛，大有关系。无喏，这要哪样子？本王带你回宫，这宫内什么珍贵草药拢有，本王一定叫琪琪将你的身体调养好。嗯。太子要带林路入宫。 也毋过，咱素未平生，民女要哪想当会起？哎，等袂起，等袂起，要哪等袂起呢？本王一看到姑娘，就叫你的姿势所迷。本王带你回宫，这是名人，奉你做嫔妃。嗯。多谢太子。哎，进去进去。也毋过，太子对民女的宠爱，民女根本就无法度回报。哎。 以后、哦、你就是本王的爱妃啊，甲本王唔免遐搞勒索啊！小太子，太子，你要滴水？苏玲，太子，你哪敢摇入苏玲做伙啊？大胆！这位是本王准备要新册封的嫔妃，等本王回宫了后，就要随从。 太子，你要封伊为妃，你敢知影？伊是东女国的大祭司呢。东女国，哼，东女国早都袂过啊！即马已经归顺阮大明朝廷，所以东女国的人，也都是咱大明朝的人。对吼，本王也无想到，会当带伊转去做咱大明的大祭司啊！佮兼做讲讲的爱妃，嗯，下界做了你。我怪人讲哦，这是仙境啊！对对对，确实是仙境无唔对啊！既然安尼，你敢要留伫咧遮？ 你是在创啥嘛？哪会突然间这么严肃啦？看水后的眼神无啥对，我拄则嘛去互这欢喜的气氛所迷去，差一点仔袂记家己是啥人，为甚物会来遮？敢讲是真个查甫人有问题？你敢要留伫咧遮？这当然嘛是。 水哦，这是昆仑仙境，刚刚你袂记哩啊？哪个有补天的任务？补天？什么补天啊？哎呦，哎呦，花瓶啊！你是在扒什么意思的啦？我无甲你扒哩太清楚，刚刚你袂记哩啊？哪个替老国师、三公主用出国式头来补天？老国师、三公主。 对对对，我们包天呐！啊是安怎？我感觉妄神妄神，什么都袂记得啊。看起来，这两个查某人确实是陷阱，咱赶紧离开这。安尼哦，我看卖啊。花瓶啊，啊，不过真可惜呢。 水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人嘞！啊，看到有一个出口，去看卖。嗯。仙境想得完全好啊，安怎？宋公主是毋是感觉真可惜？啊，我无迄意思。宋公主就算我有这个意思，其实嘛别讲嘛意外。你真敢会记得咱这边在仙境进前，宋公主捌讲过，关于将甲美神之间的误会一笔勾销，这点。 毕竟也是感觉讲大大意外，好重要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过去的代志莫阁讲，毋是真好。苏公主，你嘛知影上爷的个性，无讲三两句仔话，共口水一个，伊就无爽快。你就莫甲伊计较啊嘛。哼，大家拢无代志，啊，毋过白骨精伊。宋大姑娘，真厉嘞，伊哪会无甲你做伙？他拄啊，向向到一个单位讲。 啊！真哩哦，叫陈雷公拍到，人就无去啊。叫雷公拍到，哪安尼？他拄啊，山洞内面，向阳出来出金银财宝的哦。啊，白骨精，你真欢喜啊！真欢喜，就走过去，走过去了后，就向向陈雷公啊。啊，真哩哦，就叫雷公拍到，啊，人就无去啊啦。老公叔，我拜托你啦，你一定哦爱把真哩找出来。 苏大，你讲的金银财宝，我想真有可能阁是幻影。对啊。哎，那恁唔是甲我看到查甫人同款？迄个所在就是针对什么人，有什么款的幻想。譬如讲，大家想像咧发财的人，就会看到金银财宝；，像大家咧想像查甫人的，当然就会看到查甫人。我白讲，我哪有规天想查甫人啊？照安尼看起来，这就是对咱大家的试炼。因为一年军爷伊无通过试炼，才互天雷公了，无就真日真正困难生计。哪里只有人伫倒啊？ 我到今日困难神经，真有可能互拍入凡间。你骗人！你骗人！你明明就是阿勇。我要姑娘，请你让我放开好不？我真正不是你讲迄个阿勇啊！你莫阁认唔着人啦！你若唔是阿勇，你是谁？我已经讲过啊，我只是较自然，知影做受伤一个人。 啊，不过苏红珠讲，伊就是阿玉。什么？哪有可能呢？公主啊，回头见可我，你这都为着名声。 因为真日军爷伊无通过试炼，才互天雷公了，无就真日真正困难神经。哪里只有人伫倒啊？无就真日困难神经，真有可能互拍入凡间，所以暂时未有性命危险，你先莫担心。好咧，家姐有真日甲我斗三工啦，啊无吼先写出来先敬我的人吼，就是我，啊，搁有啦，因为这个护身符。 才会当甲我保庇，让我无代志。素娜姑娘，你哪会有这个护身符？这护身符哦，是经伊表姐替我去甲火红神求来的啦。火红神，阮南大家族一向拢是以火闻名，啊会当甲阮保庇的，当然就是女力国创始以来的火红神。啊，着要看到这张符，我才想到表姐。 啊，唔过我即摆开始，拢无法当去看到伊啊！你莫哭啦！是啦，素娜，你莫阁伤心啊！素娜姑娘，天意将军既然遐尔爱护你，我相信伊在天之灵一定会好好保庇你，互你平安完成这个任务。是啊，素娜，你爱连天意将军的魂斗阵拍拼，才袂辜负恁咱大家族好名声。恁讲那无唔对。 我爱来阮表姐的婚，做伙拍拼。告诉，既然咱已经家己来昆仑仙境，那恁刷来，咱应该位倒位去，才能找到这五色神图。哎，老告诉我，你敢若今日愈来愈退步的呢？你敢袂记迄小尾巴讲过，迄自家武学顶报无内面做记载，拢是昆仑仙境内面的物件。迄当阵咱是看袂出来有啥物线索。 要不我今嘛，咱已经入来仙境，当然应该将武器摕出来，好好比对一下。这自家武器应该袂……无唔对，相爷，顶半部的自家武器确实无伫阮的手头。唔在恁的手头，那恁今嘛是伫高明叔的身上啦。 是要安怎啊？老国师，敢讲无白纸写当做啊？哎，遐一寸路，咱过遐看卖。老国师，眼力确实有影不止啊好。有寸路，都可能有人，咱跟过去。 是你，你才是你！哎呦！我要姑娘，我甲你讲过足侪届啊，我毋是你讲迄阿勇啊，我只介生啊足受伤啊尔。你骗人，你骗人，你明明都是阿勇。我要姑娘，请你让我放开好无？我真正毋是你讲迄阿勇啊，你莫阁认唔着人啦。你若毋是阿勇，你是啥？我已经讲过啊，我只是甲主人生啊足受伤一个人。 啊！不过苏洪叔讲，你就是阿勇。什么？哪有可能呢？苏弟根本无看过我啊！你拄则讲什么苏弟？我，你明明就是阿勇啊！谁叫你唔肯跟我相认？ 你敢知我想你想到足痛苦的，你心肝伤到这里哟。我以后，我真是无骗你。虽然我有自然的记忆，也毋过我真正毋是阿勇啊。我只是不忍心看你安尼落，想要苦劝你，放下对我的思念。什么叫做你毋是阿勇？我听无你是咧讲啥？你即摆就伫我面头前，你是要苦劝我啥物？要放下啥物？我哪可能做会到？我有。阿勇，你有好无？这是啥物所在？你来伫遮？你的遗体毋是乌云烧掉啊？是安怎你？我知你心肝内一直做疑问的。 来，你坐落，我豆豆解说给你听。其实，我真正身份是一个修行中的散仙，道号叫孙真。孙真？我唔对啊！我之所以的投胎变作主人，就是为了要离劫修行。想袂到你这世人。 所欠落来，甲你之间的感情债。所以你即摆是仙，毋是人？毋是，我未成仙。你讲的这个所在，就是厦门乡，修仙人之人修化成仙的所在。伫这个所在修行，必须爱放下所有的爱恨情仇。 才会当通过厦门关修行正果，为你升班。先生，先生，你一心一意想要成仙，是安怎阁要出现伫我面头前？是为了要放下爱恨情仇，所以我嘛希望你放下。 对主人的牵挂。阿勇，你敢真是，像你想要跟我一刀两断？若是真正当一刀两断，你就袂伫遮出现啦。我进前发生为第一相思，就是为了要靠近你，想袂到煞互你认出来。 而且我不忍心甲你放落，所以要回来时间一到，我带你做阵回来这个所在。啊，不过你毋是讲还俗之人，我倒去拜？我唔知啊，无的确，你甲厦门乡有缘，啊那无，就是咱两个。 情缘未断，既然咱情缘未断，是安怎袂当继续落去？敢讲你真正为着要成仙，你甘愿互我一个人伤心艰苦？我妖，我已经毋是凡人啊！我搁会当互你什么话呢？放下，咱之间是无可能的啊！我袂，我袂，我袂。 你敢有知影我日子是安怎过？我头天日出夜晚，都是希望我会当看到你。只要你伫我面头离开，我不爱，我不爱，我讲啥你嘛不爱。你白当啊！你无讲道理的。水姐，你安怎讲？总讲一句，我无可能让你离开我。哎呦，哎呦，无你的生活，我真正无法度过。你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 陪伴你一段日子。你讲啥？我讲，我陪伴你一段日子。哎呦，我都知你对我有感情。迄边太子，因所有人拢已经叫咱抓起来啊！嗯，真好，太贵啊！敢要将这个人全部拢杀掉？我袂啦，我无想袂死啦！今摆你上大的敌人是四皇子甲刘碧云，只要将这几个人留喺咱的手头，就唔惊刘碧云唔肯乖乖遐听你的话。三日内，你叫伊往东，伊就唔敢往西。 走袂停的爱情，公主啊，回头紧靠我，你这都为着名声。秘书，阿某，秘书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讲起袂头疼。哎呦，你都唔知啊，洪彪子啊，我拄只吼，遐嘛有迄只歹天无疼，只落雹啦。若唔是高秘书吼，伊出手甲我救，我恐惊都无可能，我今日才甲你讲话啊。天魔？真的啊？你唔是伫老公随因入去生气，安那会？我嘛唔知啊，我都会记得我入去迄个仙道，啊想要搁落出来。 我家己嘛感觉莫名其妙。高秘书，你的伤有要紧无？我不要紧啊，小调养一下好啊。那呢，阮母皇嘞？内面的太子带大队人马对咱这爬过来。主票哪里？太子啊，啊无，今嘛呢是什么情形啊？嗯，那你是咧创啥？将伊围起来啊！是，围起来！啊，快去站起！ 各位师祖，放下刀刀，入地生活啦。什么放下刀刀入地生活？阮听无。太子，你讲对。对对对，哎，鬼讲得对。电视搁咧等啥？紧甲伊拢抓起来。三、四、三。 高斌，我才看你有外高，你已经受伤啊，要照顾这么啊多人，一定难免就挡袂掉啊。既然安尼哦，你就唔能怪批评我啊！看我的，如来心降啊！各位，卖阁做无谓空心啊啦！这股票到底是安怎？我知影，一定是你，就是你，你控制太久了对无？范生，你在讲啥？我哪能听无？你别讲假啊！你无都骗回像我，今日我只好甲你拼了。 没有你，阿婆，你紧走，你走免有希望。恁一个就走袂去。看我大反掌！靠，今年还走去？ 有公牛讲，伊就是要甲大大皇子的棺木送来黑门乡这个所在，希望伊会当阁活过来。想袂到黑门乡就伫这个所在，也毋过大大皇子的遗体已经向烧掉啊，也若无月牙公牛的愿望就应该实现啊。恁甲月牙有熟悉是？ 你是？你！哎呀，卖傻！太子，即马因是要怎处置？哦，要如何处置哦？这要是搞好，本案要决定就好啊。启禀太子，即代快想到了来，其他的人拢会当处置。 也唔过，太叔，这本王阿辉讲安怎做就安怎做。伤害爱的人，一定走袂进的爱情。公主啊，回头紧靠我，为前途，为着名声。 我也有熟悉心。夫人，你是在我阿哥？当然啦。李夫人，你想要安怎？是恁来到玄门乡，这句话应该是我爱问你才对。我唔是来找你的。无妨。 恁想要创啥，随恁的。林夫人，我乌云害死恁几个伙啊！恁敢袂恨我？无想要报仇。我拄则已经讲过啊，我会当来到这，爱感谢你。我哪有可能怨恨你？想要找你报复？仇恨这两字。 早都已经无存在伫我心肝内了。这位应该是老国师了吼。啊，不敢，正是配文。老国师学识高超，这位姑娘的问题就请你来回答，好不？是。部长，希望享受生命的人，修行进果的所在。伫这所在，你必须放下你所有的爱恨情仇，你才可能修行进果，为了身班。林夫人若是伫挂心我阿姑娘，伊就无得放下爱恨情仇，当然嘛无得修行进果。 原来是安尼，老国师不愧是老国师。林夫人，替阮该当请问你几个问题？会当吼神机妙算老骗阮问问题，是我的功业。老国师，请讲。夫人，你敢知影乌峰塔补天台伫什么所在？乌峰塔补天台，唔捌听过呢。 那呢？你敢知都有五色土？五色土？您来这的目的是要找五色土是？是。乌峰塔、补天台、五色土，听起来拢甲补天有关。你是想要补天是？我唔对，天无乱世，天顶的必顺愈来愈大，我们必须要进行补天。 那若无，人间就要毁灭了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事态严重。啊，不过我真是毋捌听过。林夫人，你是不是通甲阮讲，这个所在是有还有其他人知影？是啊，夫人，事关重大，请恁一定要甲阮斗相共。林夫人。 但是讲，一定爱我多强，才肯甲阮斗相共。我愿意多强。欧尚爷，你会当有这款念头，已经是真大的功德啦。伫咧海门乡有一位女士修行的前辈，已经伫要修行成仙啦。无，我带恁来甲伊问看卖。 无得卡，伊会知影。恁对我来。这就是我伫咧讲的迄位伫要修炼成仙的前辈所住的所在。老太婆，你又过来搞找麻烦啊！前辈。 您吃多咯，你应该唔惊麻烦才对啊！水娘娘，是的。乖呀。 总算入关啦！阿娘，乖了，你这声阿娘哦，我都爱加点迄只大骨力神呢。你真正亲人，你遐，你应该知影，伊才是你的亲生阿囝。 我无去看阿爹。快呀！你莫叫我。 我幺姑娘，上爷伊所做的一切，拢是情有可原的。情有可原？伊甲阿勇烧掉，搁侮辱我，算情有可原？ 上爷伊在做出上爷你的代志，是为了要建立昆仑仙境，摕着五色土来补天，阻止天魔乱世。国师傅，连你嘛替伊讲话，伊是甚物款的人，敢讲你无了解？我了解伊，伫这个世界上了解乌维勇的人就是我。我知影，伊凡事我是只问厉害，不问水贵。念我对你，拢是真心的。我唔相信安尼伤害我，甲去昆仑仙境摕着我去偷补天有关系。是时王天，今为神，各修家园，迄济深，言辞道观。 有黑缘，伊个女子别人找，机关算尽太重。